大老鸭姐妹们，一大早上我妈就做了一桌子好吃的。你们知道这是啥吗？里面全是姜块还有鸡，这是广东的米酒。我妈来了一天可能吃十顿都不算多。做十顿你还不是照样不够饱？哦，再来喝口水。干杯。妈呀，姐妹们，刚刚下了一趟雨，小区里面也太好看了吧，全是这种落叶，还有刚刚飘下来的，这小道上也全部都是。我这个拖鞋巨搞笑，是草莓熊。现在可算吃完饭了，我要笑死了，就逛这个车直接给我堆成垃圾车，后面全是我玩具。哎呀妈呀，还有一箱饮料，你这样十辆车都不够你塞。娘的，你个败家子儿！刚刚有点没吃饱，再来楼下的便利店安排点吃的。哇塞，这装饰的也太好看了吧，头顶上全是这种小雪人，超级卡哇伊。这里还有个圣诞树。今天的便当时间属实有点空，来晚了，还好还有一个新品。先来一个这个葱香炸肉便当，满满的大鸡排，再来一份这个外婆菜便当，看着就好好吃，是这碗好饭。鹰隐麻薯球来整一个，最近超级馋汉堡，来吃一下这个麦辣鸡腿堡。这个是新冠奶茶，还是低糖的，整一个。再来一个茉莉奶绿，哇塞，小时候最爱吃的毛毛虫也上新了，新商品，还是奶酪口味的，来一个。今天的主食再来安排一个这个泡椒鸡杂面，再来整点关东煮，一会儿泡在面里面吃。搞定啦，今日份的采购都是新品。Later. 现在再来星巴克看一下有没有新货，蛋糕还有杯子，因为快到圣诞节了，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圣诞新品。哇塞，最后一个这个圣诞树，这个好好看啊，今天就买它了。蛋糕也出了圣诞限定，今天来尝一下这个红色的圣诞老人的皮带，安排了一杯这个红色的拿铁。好的，谢谢。Later. 现在到家啦，我还点了一只炸鸡，在上面淋上我爱吃的酱。奶昔来啦，姐妹们，今日份的营业开始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开吃饭前必喝的小果汁。奶丝，生活的仪式感，倒在杯子里面喝哦。哇，它的这个精品可可的味道会比较浓。接下来再来吃一下这个烤鸡，哇，留一半给陈欧。嗯，超绝烫。超火，这个鸡超级嫩。哇，冬天就吃炸鸡的季节。哇，我的妈呀，真的太绝了，关东煮都加进去。超豪华的鸡杂面，嗯，大蟹棒，这是鸭肠，还有豆角，在里面加上关东煮，真的超好吃。嗯，奶汁，这个汉堡里面看着料还挺足的。它里面是一整块的炸鸡排，再来尝尝我姐的这个炒饭，旁边还有萝卜干，来一口，就是蛋炒饭，炒的超级香，好吃。最后再来尝尝这两个饭后小甜甜，哇，这个马桶里面全是奶油，冬天吃甜的真的太快乐了，超级爆浆。这两个留给陈欧也尝一下，圣诞老人的腰带，草莓味道的，这个里面真的是满满的草莓酱。嗯，今日份的快乐续杯，锵锵！哇，今日份也是吃了打饱嗝的一天。好啦，姐妹们，今日份的满足呢到这结束啦，希望你们喜欢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，爱你们哦。